先继续环保方面的消息，要来看的是嘉义市政府的环保局，伫咧最近巡查的时阵，发现讲民众那是伫咧进行整修工程开工进行，拢会未积极来申报着空气污染费。环保局为着要避免着这种的情形再度来发生哦，伫咧14号上午是来召开着记者会，呼吁市民朋友，不管是整修民宅、征地、拆地、土方堆地，或者是执行工程的时阵，拢得爱到环保局申报，立交着应建工程空气污染费，避免为换掉空气污染防治法收费办法，以避罚款。嘉义市政府环保局最近巡查发现，民众伫咧进行整修工程前，拢会袂记咧申报空气污染费，为避免这种情况再度发生，嘉义市环保局提醒民众，伫整修工程前，爱记咧到环保局申报，以及交应建工程空气污染防治费。如果若是施工过程中被检举，环保局将会请厝主交原本的空气污染费以外，还阁需要支付滞纳金含利息。另外，施工若是超过30天还未申报，将会罚15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。如果若是工程，将会处100000元以上100万以下的罚款。基于污染者付费的原则，所以工程在施工之前一定要记得申报跟缴纳空气污染防治费。但是我们环保局在巡查的过程中，发现有很多民宅的装修工程在开工之前都会忘记缴纳空污费，它其实需要补缴滞纳金利息之外，也有可能会被罚款的问题啊，所以我们环保局提醒大家，室内工程在装修之前一定要记得缴纳工务费。那在装修的时候，一定要记得铺上这个防尘布，然后配合洒水，以免粉尘扰动影响环境品质。嘉义市政府环保局表示，征收的空气污染费拢是运用在嘉义市空气污染防治工作，以维护良好的空气品质，并提醒市民在工程施工前一定要记得申报以及缴空气污染费，并在外围有一层防尘布，并配合压水，避免因也影响空气品质。民众若是发现任何环境公害污染行为，会使卡1999便民专线，也是环保署免付费专线寻求帮助。新闻台王小璇，嘉义市采访报道。